咁而家講到咧，就係點樣幫助弟兄姊妹發掘恩賜。咁我就覺得第一步咧係幫佢處理生命嘅，就成日俾佢睇到神嘅恩典、神嘅福氣、神好多祝福等住俾你嘅。咁呢一個 part 咧，就幫咗佢哋先，即係讓佢哋成日活在神嘅愛中處理生命，因為處理生命佢先能夠發揮恩賜嘅。啊，同神嘅關係經歷聖靈啦，咁啊。教佢哋翻屋企企喺度咧，即係我自己就鼓勵人企喺度祈禱啦。但係佢可以跪，可以做其他動作。但係咧喺經歷聖靈同埋追求聖靈充滿咧，企喺度比較好啲。因為佢一投入咧，佢發個新靈。呢個聖經嘅根據就係話，聖經有講到約翰啦、掃魯啊，咁佢見到耶穌都係跌咗地下嘅，啲兵丁又跌咗地下嘅。舊約有但以書第十章咧就有。但以理咧見到異象，佢就跌咗地下冇曬力噶。喺歷代志下第五章尾嗰度咧，就講到120個先知不能站立攻擊，因為神嘅榮耀充滿聖殿。咁呢經文都係講到神嘅同在可以影響身體，咁所以企喺度咧，移動咧可以感受到神嘅能力，越投入就越強烈。又慢慢咧投入個心咧，亦都個心有喜樂，即係身體嘅移動同埋心靈嘅喜樂或者輕散呢個會幫助佢。即係敏感到聖靈嘅同在，越投入咧就聖靈充滿越大啦。因為聖靈充滿越大咧，佢啲恩賜就會出現。咁第一樣嘢發掘恩賜就係佢開始做可以做嘅嘢。而聖經係有分開，即係話個個基督徒都做到同埋恩賜嘅。譬如喺馬可16章，我哋有講到信嘅人比較神的隨著，就係凡信耶穌都有，凡信耶穌都有，就係奉耶穌名可以趕鬼、説新方言，同埋咧手按病人。好了，個個都有嘅。所以咧，佢哋經歷聖靈之後處理生命，咁咧你就可以同佢一齊為人祈按手祈禱，同埋訓練佢做。咁佢做做下咧，發覺有喎，呢個第一樣嘢佢可以做嘅。咁但係按手祈禱咧，係有啲人恩賜強，有啲人弱。咁呢個就係臨前十二章嗰度啦，即係有啲人有醫病恩賜。咁佢冇都好啦，佢都有呢個權柄嘅。不過佢可能呢醫治就冇嗰啲有恩賜嗰啲咁強。咁呢個第一步咧，即係話祈禱啦，同埋咧傳福音，同埋建立靈命，你們都要去嘅，個個都去嘅。所以基督徒又係做嘅。當佢做呢幾樣嘅時候咧，呢個係最基本嘅，關心周圍嘅人啦，幫佢信耶穌啦，幫佢靈命啦，又為佢祈禱啦，呢個最基本嘅，為佢祈禱嘗試提升佢靈命，呢個第一步。當呢一啲做到的時候，他就開始發現他哪些強一點的，那些強一點。還有人本每一個人有他本身的自然的傾向，即有些人呢小時候都很喜歡做事的，有些人小時候喜歡煮食的，有些人小時候喜歡聊天的，即個人有他自然傾向。這個神做每一個人有他自然傾向，他做的事情是最大發揮。即是有個人他明明是喜歡跟他聊天，你就困他在一個房間叫他做圖書館嗰啲嘢咧，佢就好唔啱嘅。有個人咧唔中意同人傾偈，你又要佢做公關咧，佢又好唔啱嘅。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自然傾向，同埋咧佢會發揮嘅。呢、這個發揮咧，嗱佢首先發現到佢邊樣嘢做得好，佢就嘗試做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話，佢越親近神喺做嘅時候問神點樣做得更加好。嗱，我講下我幾個範圍，我點樣提升嘅。譬如我彈琴咁啦。有一次我在預備一個聚會，我在那彈的時候，我在練習的時候，可以這樣彈，即是我就在一個敬拜神、愛慕神的狀態，不只是彈琴的狀態，我一彈的時候，可以這樣彈，這樣忽然間就提升了。其實有試過有些人，他本身是教琴的，他見到我彈，他說你怎樣彈的？我都不知道，等我看一下。原來我咁樣彈 ，OK 嗱，咁樣我原來咁樣做，即係我會拆開俾佢睇，我先知道我自己做緊乜嘢。即係我係喺聖靈充滿嘅狀況咧，嗱當然一定有個底，我一定係要學咗個底先。然後喺個底嗰度咧，我就會能夠進步，就喺神嘅同在。譬如講道又係嘅，講道咧，當我如果我初出嚟嗰陣時講道咧，有時咧就成日掛住嗰篇道，成日諗住個轉接點樣咧，就好大壓力嘅。但係反而咧，我未做牧師嗰陣時咧。嗰陣時咧，因為我喺個學校教書咧，佢就話個個老師基督教學都講到咧，我又好自由。但係做咗牧師咧，同埋嗰陣時要翻譯啊，
同埋一種壓力啊。咁咧就好硬係唔放，即係硬係咧好拘緊要嗰啲。但係當我後來自由咁去講嘅時候咧，即係同埋咧喺聖靈充滿啦，即係神好愛我哋噶，多謝耶穌，耶穌祝福佢哋噶。咁嘅狀況咧，我發覺嗰啲信息就好唔同。咁唔單止講到嘅，傾偈都係。你而家聽我講嘢咧，都好有推動力咁樣嘅，好啊，即係本身我都好激勵咁樣嘅狀況。咁呢個就係喺聖靈充滿嘅狀況，聖靈帶住我。嗱，譬如我講嘢咧，我唔係話我一講呢句，下一句係咩先？係啦，下一句。我不是咁喎，係直情咁 flow 啊，即係一路咁流出嚟嘅。咁呢個就喺聖靈充滿嘅狀況，或者點樣聖靈充滿為人祈禱啊，點樣幫人啊，點樣享受神啊。其實嗰啲我都唔知幾時聖靈教咗我㗎，即係喺度趕邪靈，一路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有次我去宣教，有個人話：你係咪趕緊邪靈？因為嗰個人明明係有邪靈。佢話：點解你趕邪靈喺度笑嘅？我話：嗰啲邪靈都，你睇下佢有冇出啦。神同在，佢咪走咯咁。即係唔係一定要好辛苦咁講噶嘛？咁啊，即係神就會咁樣逐步逐步教啊，就會發揮嗰啲恩賜啦。咁而有啲人佢真係冇咗恩賜，譬如佢唱歌梗走音嘅，咁你就唔好追求靈敬拜啦。即係有啲人真係唔係嗰方面噶嘛，你就追求你可以做得到嘅方面。但有時做做下可能有進步嘅，咁有信心可以進步嘅。咁所以呢個咧就越親近神，神就會帶領，會使用。咁譬如有啲人有先知性啦，佢真係同嗰啲冇先知性恩賜嗰啲係好唔同。佢自己祈禱好早已經得到嘅，甚至有啲人佢又唔係好聽話，神都俾佢信息喎。但係好似我咧，先知性信息就唔多，教導信息就多嘅。咁但係我又唔使勉強，我又唔使話神啊，你真係對我唔公平啊！我咁愛你，你都唔俾個異象。嗰個人咁唔愛主，你都有異象。即係我咁諗咧，又係對神負面嘅。即係我會呢啲，我又會處理。即係唔好勉強，而係有乜嘢我就感謝神，我就用。你肯聽話咧，自然嗰啲恩賜就已經暴龍咁嚟噶啦。即係亦都可以咁嘅，侍奉嘅時候咧，同佢哋一齊愛慕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咁由先做咧，佢哋就會即係帶住能力多啲嘅。即係話神同在同埋使用恩賜應該同時放啦，有信心啦。在聖靈充滿的狀況來做，在那種譬如在彈琴的時候，哈利路亞，領敬拜的時候，感謝耶穌啊，即是直接放了手，在敬敬拜的時候，不要想著死了，牧師站在那裡，如果我，哇，我敬拜這麼投入，他會怪我的，即是不要想這些東西，是直接放了這樣的，但是不一定要大聲的，可以很享受這樣，很輕鬆這樣。咁你就由一步去下一步，一步一步。